从馒头嘛，哦，还是什么不错，啊，我们的马油鸡啊，啊，昨天买走嘛，哦，现在是啊，我们竹马手上这个才是啊，感觉比较好的，这个是牛嘛，哦，这一点啊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向一些我的啊这个乡亲来报告，现在的时机天气刚好。进入冷冬，啊，现在就是最好吃啊麻油的时机啊，而且今年的麻油又特别的好啊，价格又特别的便宜，所以我们应该在现在这个阶段，不管是一碗热腾腾的麻油鸡，还是我们。黑芝麻的汤圆啊，都是我们的首选，都需要白芝麻、黑芝麻，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啊，我们啊所有啊这几个农会所生产的啊，才是真正的品质保证啊，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农会都非常有信心啊，我们的农会直接向我们的农民寄作。还是向他们采购，再经过啊非常啊这个严谨的加工，才把我们的产品啊经过包装，再分送到各地来贩售。所以农会啊保障的产品才是我们选择的最佳的产品，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推荐啊。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几个地区，善化、柳营。啊，有人的牛奶啊，有人的牛奶，还有肉龙啊，家里的肉龙啊，还有你们的麻油啊，家里也有麻油啊，新营六甲啊的米哦，这个台南的米是没有话讲的，不必备啊，要米还要购买啊，所以。